舅们，举起双手，欢迎谢雷。好。水的水文化，不留两滴头发，一肩膀，一半热情像太阳。地上有个姑娘，叫呀叫呐，唱起那个情歌，不呀不了了。不管早晨黄昏，天天等，只是等她心上人。太阳也会下山。
谢谢谢谢，也谢谢我们舞局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我是谢雷先生，我是谢雷。大家好，我是贾雷。我是贾雷，我是谢雷。贾雷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贾雷。客家话是这样哦，还外面就奇怪，估计还好些的，台语也袂歹，吃雷吃雷的，客家话讲吃咯，到香港到广东话讲我都坐咯。我今天非常开心，也很难得，能够参加这盛大的晚会，也希望所有的嘉宾晚上过得很开心、很愉快，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，也希望你代表这些歌呢。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，年轻朋友把它当作新歌听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不要骗人哦，不要怕说我知道这些歌就是很老，没有这种道理。歌没有老跟年轻，歌词好听就好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三首歌，一首是《骊山痴情蛙》，应该知道了；一首是《曼丽》，另外一首是《今天不回家》。也希望大家回味一下，也希望你喜欢。那我今天晚上特别安排一首很特别的歌，我要声明一下，听我讲话就知道，我嗓子非常的哑，因为最近我要录新专辑，我每年都录一张专辑，可是我这几年来都录的都是台语歌，福建台语歌听得懂，我今天晚上是因为群星会。所以带来这些都是怀念的歌，让大家回味一下，也希望大家会唱的跟我一起演唱这首歌呢，特别为了怀念这位巨星全新会，真的会代表最能够代表全新会这位美代小姐